这是原料，对 raw material。机器先停掉，停掉，停掉。啊，那边没放是吧？好嘞。放盘子里面对比一下，把它变了，这黑的放这边，这是一次的啊，复式的收进 OK 二选，
次筛选之后的成品就是最终的成品，一次筛选之后的废料要走一下二选，现在进行的是二选。二选之后，这个口的这边的是回原，跟原料放在一起，这边就是最终的废料。好好，我停下来吧，看一下效果。放盘子里面对比一下。好，现在左边的是成品，右边的是最终的废料。Left side is the final accept. Here is the reject.